随着德尔塔变种病毒继续在全球蔓延，日用品的需求量正在激增。但这并不是好事多限购的唯一原因。他们在将这些物品运送到各个分店时也遇到了困难。九月二十三号，好事多在季度业绩报告中说。 造成供应链紧张的因素很多，包括港口延误、集装箱短缺、疫情干扰、原材料短缺、劳动力成本压力以及卡车和司机的短缺等等。去年，中共病毒疫情爆发后，好事多和其他的零售商就曾对日用品进行过限购。新唐人记者赵凤华、明玉综合报道。